Hello,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一款小游戏，叫做入学后发现是女校。游戏故事从玩家与青梅竹马考上高中之后开始，没想到这所高中只录取了99位女性及一位男生，而玩家就是那唯一的男生了。就此开启了玩家的后宫之路，再透过主线任务可以取得爱心的小风扇，再将女孩的裙子吹起来，女孩们就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啦。游戏中透过点击的方式，就会刮起一阵强力的龙卷风，就有几率进入了支线。不管是偶像女团的雅美，还是身材姣好的网球女王明日香，还是三年级肉肉的排球队学姐五月，都有机会认识呢。然而随着主线的进行，还有机会与心中的女神交往呢。游戏还提供了回忆录功能，把你与女孩的点点滴滴都收录在里面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下载看看。这款游戏叫做入学后发现是女校，在下载前也记得要订阅我啊，我是爱玩搞怪游戏的阿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